Hello，大家早上好。昨天晚上睡得我把我整个人蜷缩在一起睡的，而且昨天我跟樱桃是睡了一夜，你知道吧？樱桃在下面都没睡，直接来找我睡的，估计是太冷了。然后我们的车里面的水箱已经结冰了，完全结冰了，已经放不出来水了。因为露露刚才去加油站打了一桶热水，然后我们。因为我们现在行程码上有两个是带信号的，我跟露露昨天晚上那个考虑一下，决定不往前走了。因为现在在那个吉林这边出现很多疫情，我感觉挺严重的，所以我们为了后面的旅程吧，还是放弃了这次东北行吧。所以说这次东北行我们是准备来看雪的啊，不过我们也基本上看到雪了，因为门口全是雪，是吧？家里面正在门口玩雪的。也算是看到雪了。你看一下。妈妈，我给你准备了。也算是看到雪了。我们为了安全吧，还有后面的行程吧。什么惊喜啊？不得不放弃。天气太冷了，车里面的水管子全部冻掉了，我两个水管子全部冻，所以现在只能用的在加油站打来的水洗漱。完了，肯定是水管都冻住了，肯定是水管冻住了。因为你看，我这个里面的水，因为刚才洗这个蛋液，你看都冲不下去，冲不下去，这下面管子冻住。出门没穿棉毛裤，能穿露露的这个紧身裤，好暖。唉，看一下能不能一把着。唉，去坐到那位置上去，等你给你倒水喝。去坐好，伊娜不能上桌。伊娜能上桌。走吧，一把就走。好，走了，咱们回程。就这么短暂的结束了我们一家四口的东北之旅。啊，一切尽不在掌握之中。啊，那也没办法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慢慢的回到暖和的地方。现在还在吉林，今天争取好吧。开回辽宁吧，开回辽宁。先走着吧，走一步看一步。我刚才找了个点，我们现在回去的话就不走那个轮渡了，就不走轮渡，再回到烟台那一边，我们就直接准备上高速吧，快点离开东北吧。到了一个唐山，好吧，总共831公里，这边过去，我分个两天吧，两天到。因为这里这一块现在这边中高风险区太多了，你随便找个地方停都有可能是中高风险区。我们前方先下高速吧，然后掉头。然后我昨天晚上刷抖音的时候，看到延边那边，他们那边政府的规定是所有的，就是大多数的娱乐场所全部关闭了。然后要进城的话，就算本地的人好像也得携带核酸，那已经是非常非常严了。像我们这种外省的，就更加严格了。在这么严峻的形势下，无奈只能选择放弃这趟旅程。万事开头难，东北之行只能留着下次。
经过了一个下午的行驶，我们现在到了沈阳的辽中服务区，这边还有一个类似房车营地的停车位，我们就把房车停在这儿了，但是没水了，我们就暂住一晚上，明天继续赶路，因为要离开，既然说了要离开东北，那咱们就赶紧快马加鞭，因为这边的疫情指不定啊，指不定哪天窜出来，指不定哪天窜出来。刚下车，这边就来了一只小狗，跟樱桃在玩，看到没有？回到房车内，我们看一下，水泵今天开了差不多五六个小时吧，开了400多公里路，看看水管子有没有解冻啊？毕竟车子一路在行驶的话，底盘下面温度还是挺高的。先把水泵开一下。我想洗个头啊，我真的想洗个头，我今天头没洗过，我今天没洗头，我头发好痒好痒，带你们去厕所看一下能不能用，看一看。哦，哦，感觉还是不能，水是化开了，但是感觉这个水泵里面的冰渣子估计还没化完，我得去提两桶水了，因为你看水表见底了，我去提两桶水跟他洗头。刚才硬闹跟这只狗玩了半天，我们现在去服务区里面去吃饭。露露说这个服务区里面有肯德基啊，什么都有哦，感觉好久没有吃肯德基了。刚才易佳明跟樱桃在跑的时候，易佳明被樱桃绊了一脚，哎呦，那飞的在空中起飞摔了一跤，笑死我了。你不在空中起飞吗？我穿了露露的这个裤子，好暖和，现在好暖和，感觉整个腿都是贴紧的。哎，我不否认的说，这是我在北方看到过最好的服务区了，没想到今天这么好啊，没想到今天运气这么好，刚好是5-6点了嘛，要出车了，然后我就进了一个服务区，看着还挺大，写着还有房车的停车位，然后又进来了，没想到这个应该是新建的，以后应该这一块都会是这个标准。我们晚饭吃的是吉祥馄饨，现在阿天提了两个水桶去打两桶水，洗个头。我刚才想了一个问题，我为什么不把洗头膏带来，直接来这边洗头呢？来这边洗不香吗？刚才我都看到好多大车司机师傅来洗。你看进门就有一个，我好蠢。非常娴熟的找到了灌水的地方，好吧，老娴熟了。不要误会，这真的是这里水的颜色，我还以为是我桶太脏了呢。这水我还接不接呢？为了洗个头，着实不容易。我下次应该买个。我下次应该买一个测水质的笔的，他这个服务区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热水啊，人家接去喝的水也是这个颜色的。啊，终于可以洗头了，终于可以洗头了。哎呀，我的头发受不了。我们能不能各做各的事儿啊，我剪视频你画画嘛。今天我们就露营在了辽中的这个服务区里的，环境不错。明天早上我起床去吃肯德基，咱们继续赶路啊！如果不是这个疫情关系的话，我想我今天已经在延吉吃烤肉了，太可惜了，留着下次吧，留点遗憾啊，下次可以再来。
希望这个疫情早点过去，不然太难了。晚安，good night。